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老戴解说的《美丽水世界》，算是第二季，但是存档呢是还是跟着上一期来，我们就不用从头开始了，因为中间隔了好几个月，游戏有大量的更新，我们现在看一下游戏里面有什么更新。我们先，哎呀，我们东西还没有找到哎，我们要出去找一些新的东西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电池啊，这是什么鬼？哦，热能发电机。现在已经造出来了，将热量转换为电能，水温正15度每分钟啊，多少多少的东西要钛锭磁矿什么润滑剂乱七八东西，我们先出去，我们有些这些东西，热能金刚石壁石，我们把不要的东西我们先放起来，我们出去先找一些东西回来，走 Let's go。 嘿，去找两个充电器回来。我们现在生命体征是96%，能量是100%。哎，我们先出去一下，看一下。我们往这个方向走。没电了，我去。哎呀，我要回去造电池。这玩意没电了，大家看到吗？所有的东西好像都没电了吧？这个也没电了。也就是更新以后啊，它不在那。不能用这种充能的这个脚蹼啊！我来看一下我的动力脚蹼。我去，我们先回家，好吧？你狠，大哥，我先回趟家。Welcome aboard, Captain。出来，我们要造一下电池。电池是需要铜的。储物柜，我要找一下。这边怎么蘑菇都没有啊？蘑菇不应该到处都是的吗？大家可以看到地形，它会重新有一个生成的机制，你游过去啊，它才会生成出来。再加重一点，好像我的这个有些东西啊都没有了。原来我这个地方啊是可以，哦，在这儿我种出来过的，种出来蘑菇，我们自己也种点蘑菇在这儿。造一下，造个电池，这样把我们一般要用的东西啊，给它那个一下。因为以后我们电池啊都是可以，这是什么鬼？右的图标也变了，以前右好像还没有什么图标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出去了，然后我们把我们这上面的东西卸下来。半边，我在直播的时候已经玩过了，就是要熟悉新版本的内容嘛。但是地图好像是不一样的，它的地图啊需要重新构建，好小啊！速食饼干，不饿，先放进去，水喝掉。信号不要，这个不要，电焊枪这个不要，好了，吃点吃的。我刚才外面转了那么大一圈啊，还是没有发现我们要的东西。出去不合算的，我们先到我之前记得它的这个位置啊，虫草区啊是在这边，对，房子呢？什么区什么区？哎，那个房子呢？在这，往那边走，虫草区，继续搜刮。这个生命体征是什么鬼？哦，是我这个血，忘了，是我这个船的血槽可以修的，没关系。那这个地方大家看有裂缝，它要再跑一遍、走一遍，它才会把这些地图啊重新刷出来。地图已经改成随机的了，不像以前那样完全是固定的。
不是红草区。被就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啊。没有，我们就多转转。一般的东西我们先不拿。我要找到红草区。哇，怎么那么多怪啊？以前好像没那么多的呀。哎，哎呀，我又回来了。我多逛一逛，因为这张地图长什么样我都忘了。我感觉它都在重新生成地图。但跑一次以后应该就不用重新生成了。哎，这边有东西，我看看是什么。这个我已经有了吧？静态步枪碎片。有过了。高级工作台已经有过了呀，都已经有过了。这是什么？到了。Welcome aboard, Captain. 继续找。我去，晚上找东西真心难找。这边重新刷一次。找一找。我要给电池充电，你在哪里？新刷出来的。残骸比以前的版本要多了很多。哪儿呢？在这儿。残骸我们乖，是那个捡的吗？刷出来的。对于新版本来说，当然最好的是从头开始玩，但是会经历过很多新的东西，又要从头开始，就特别麻烦。现在变东西呢？没东西，没东西，来自购。天亮，好，我们继续逛。哦，这边有个东西，是我要的吗？是我要的吗？推力设备碎片，是的，这是后来版本更新出来的，实际上就是在水里面游泳游得更快的水下推进器。之前版本实际上就应该有的，但是之前版本就是没有，你也没法。之前就是因为很多东西能造的都已经造出来了，所以说停更了，这样也好，等它更新。我这个能量为什么不消失啊？还是百分之百太阳能的吧？我好像有个太阳能充电模块。什么人在咬我？不管他。我们继续逛俄森，好多怪呀、啊！继续找，没有下来，两个，但是有两个怪，拼了！就是这个充电器，我
我们已经可以再找两个那个东西啊，可以，它可以，它分两种，一种是给普通电池充电的，一种是给这个动力电池充电的。大家记不记得动力电池，我们的大的潜水艇，我记得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就是用动力电池进行充电，所以我们还要再搜刮搜刮。找到我们要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可以找一些什么热能发电机啊，乱七八糟什么玩意的。这是什么矿？汞。汞矿有什么卵用吗？陈岩。看到就给拿了。没记错的话，就是在这个红草区的。多逛一逛吧，就当搜刮了。这个不是，又来一个，两个。这个已经游过了，我没有。这个对的。是普通电池的充电装置。我们要找一个充电五小时、通话两分钟的一个东西。说明存档没有问题，可以刷出来一些新的东西。以前我们最恶心的就是电池不能重复用嘛，以前是干电池、碱性电池，现在变成了。更加的环保一些。箱子，就这个找到了，可以回家了。找到了，但是我们这个那个电池还是没找到，就是给动力电池充电的东西啊，还是没找到。船舰建造平台以前好像是不用碎片的，但是现在需要碎片了。但是我们现在这两个大东西啊，独眼巨人号和海鹅号，我们已经造出来了。收集一些小东西。夏天的话，这个游戏比较对。哎，这边又有一个东西，哎，哪去了？这，就这个，搞定。解锁载具厂，便携载具厂。好，我们回家，把我们新的东西啊给造出来。水下房屋，我现在有三个东西，船上带了四个东西，一个是太阳能发电的，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是可以永久有电的，还有三个东西是船舱可以多携带东西的那种。我们先到这个漂浮的最早的这个逃生舱去一趟。这个地方可以产生无限的这个急救箱。我们现在血虽然不满，但先拿上再说。啊，我们去我们的水下房屋。在那，独眼巨人号也在那。但是我们现在给动力电池充电的东西我们还没有。但是我们要凑足我们刚才我们要的东西，两个东西，一个是水下推进器，一个是充电电池，造充电电池的东西。然后回家我们看一下缺哪些东西，把它造出来。哇，这两个地方好远呐！我这玩意要修一下了，我这艘船。欢迎老戴回家。OK，
然后我们这边要造一个，在这儿。水下推进器，禁止枪，水下推进器呢？哎，水下推进器呢？电焊手电求生照明。我来看一下我这个房子，我那个高级工作台。出问题了，来看一眼。太阳能电池板现在没有，我明明已经造可以造水下推进器了呀，版本出问题了吗？赖皮，再找一找，水下推进器应该在工具里啊。武力机，哦，推力设备就这个，黑科技要高级接线盒加电池，电池我们有了，高级接线盒，接线盒需要电脑芯片。电脑芯片、宝石牌面加银矿，行了，加个搞点，找一下银矿，家里有没有银矿？离，真的没银矿，我们找银矿去。找银矿，一个银就行。那是铅，这个东西应该是铅，防辐射铅隔离。附近应该就有，来个银，来个银吧。银矿，给我滚出来！哎，好像他真的不给面子，他真的一个都不给我。真的不给我，不给我，我开船出去找。转了一圈都没有银矿，开船出去找。大半夜的去找银矿。Welcome aboard, Captain. 我有灯，我最牛奔。开得好慢呐、啊。哎，有箱子。他这边怎么一下船就没有了？这银矿找到了，一个银矿，两个银矿我忘了，好像要两个，那我们再找一个，记得是要两个银矿的。没事，这边小疙瘩比较多。开近一点，这边有两三个小疙瘩。这边好像也有小疙瘩，这里吗？这儿，
菜。这是小代号吧？这个没字儿啊。这个里面应该有吧？不知道，因为有的矿是直接可以捡的，金银、铜矿这些矿啊，是需要砸这些小鼓包啊才出来的，才有点麻烦。回家了，回家，回家去哦。OK， 到家造东西。咦，别撞了！我去，别把家给撞坏了。家撞坏就 GG 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需要先造一个电脑芯片、宝石盘片和石英，我们拿一点。宝石盘片我们有，石英我们也有。先造一个普通的这个电脑芯片，然后需要金块，金块我有。先造电脑芯片，然后拿一下金，不是，然后在工具这里造一个推力设备，需要电池，电池我也有。我有，那我们去拿两个酸蘑菇。先给你造，造电池。OK， 然后推力设备。总算造出来这玩意了，这个玩意早就应该有，在最早的版本里面就是有的。看，就这个。哎，这是干嘛的？哎，这是干嘛的？这不是那个水下推进器啊？啥这边啊？它样子也不像啊。无力给，你在逗我吗？扭曲重力来拉动和推动物体，黑科技。拉动什么物体啊？什么玩意儿嘛？可以抓鱼吗？来只鱼给我抓一下。附近已经给我抓的鱼都没有了。我们先进去。哎，水下推进器应该有的呀。难道我之前找错了？老戴，你这个鱼脑袋。地形改造器，我应该有的。禁止枪。激光切割器，它好像出 bug 了，或者就是这个玩意，它翻译的问题。我来看一下，那这个我们已经找到了，钛我们有，玻璃、铜线和电脑芯片。电脑芯片我们还是要造这个。哎，我们找有宝石盘片，我们把那个充电电池的给造出来。宝石盘片有的，还有什么？啊，在这儿，这就这个东西，需要玻璃跟铜线，有的。这是钛，玻璃和铜线。玻璃和铜线，
铜不够吗？够的。我一个铜线。OK， 可以造这个了。这个我们给它造在这儿。我们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，我们现在这个东西是100%了，然后我们打开它，然后我们可以比如说这个有97%的给放进去开始充电了，基本上有一个七八节的电池啊就够用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基站，这个钛和石英我们把这个造出来，这样子我们可以在这边补血，这个我们造两个在这里。你爷爷的，你不让我造，我理给。你是欺负我材料不够吗？材料够啊，他不许我造，在这个只有在救生艇上可以造，这个地方是不许造这个东西的。其他东西，制造机是什么鬼？哦，制造机我们已经有了，设计边。无线电、隔离舱、热能发电机，看看需要什么材料。钛锭有的，磁铁有的，润滑剂。钛锭磁铁润滑剂，我们造一个这玩意儿没造过。磁铁有吗？应该是有的，我找一下。有梨。哎呀，真没有磁铁，我们要去找到磁铁才行。家里没有磁铁，没有磁铁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会在后台把我的这几个柜子啊，整理一下，整理干净以后啊，我们下一集去找。但我一直很好奇的，为什么我的推进器怎么没有？明明刚才已经搜刮了推进器，而且就是那片区域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火很大。就是应该在这边有一个水底下，这是推力设备，不是推力设备，地形改造禁止枪。待会儿我看看录像是不是 OK， 是不是就叫推力器还是什么玩意，还是我没搜刮到那个图纸。好吧，本期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收看。下一集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建造，很多的蓝图可以搜刮，包括这个热能发电机，但是我们需要磁铁矿，我们现在没有磁铁矿，我记得在一个小岛上是有的。好吧，大家拜拜啦，拜拜拜拜。